忘了，我拿，我拿，不好意思、啊。你让我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事，你看。平常都会这样帮夫人撑伞吗？郭台铭腼腆一笑，贴心帮太太撑伞，走访赤峰商圈，夫人曾馨莹难得现身，两人一同与里长座谈，采买文创商品。因为独立参选，面临夹杀的郭台铭难得露出笑意，当然开心了。你没看我今天是笑了不停，第一次主动要求，所以表示你赤峰街的魅力。重回创业时，常常寻找零件积聚的地方。郭台铭回忆赤峰商圈的过去，赞叹如今转型成为文创聚集地，连喜爱时尚的夫人都主动提出要前来。哦，他非常忙，对，我都比起来呢，几乎都自己带小孩，他忙国家大事。坦言郭台铭参选之后，忙到没有时间陪他。虽然选情不被看好，曾馨莹对丈夫还是很有信心。就加油，我觉得在做一个伟大的事情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嘛，那就努力去面对跟看怎么解决。这一辈子哦，其实都在那种环境中长大啊，我觉得我一直在讲我是逆境中求生存的人，那我觉得说每次哦遇到逆境的时候，就告诉我自己啊，要相信自己，你能够克服的，我永远相信自己，他每次都证明我是对的。郭台铭从商转政，不在意别人看衰，要证明自己是对的。新唐电视胡宗翰、刘姿莹，台湾台报道。